娘娘派人送你来了，请他们进来。是。请你啊，杨红大叔，这个亲字啊是夫人给我的小伙饭。我看呐、啊，不是什么小伙饭，分明是死契客。拜见夫人。我这个亲字不说，你那个孩子也丢面了，看作是这夫人啦。翠儿，你这是啊？夫人问的是这个呀，禀夫人，真是娘娘说，明日是三月五日亥时节，三天不得动野货，娘娘怕夫人跟姐姐们。渴着了，饿着了，可命我们送来这金丝饼、红香扑、莲子羹、玫瑰露，千年不老的长生果，万年不愁的康乐酥。我说夫人呐、啊，这哪里是过寒食节，分明是给你祝寿礼。看看这张嘴，比那刀子尖子还快哩，就不像恁姐俩拙嘴笨舌的，可不是吗？要不然他怎么坐着，我们却站着呢？我也说句暂且话吧，母亲既然见爱，暂且就把她收为闺女吧。哎呀，我可没有那么大，收下就收下，母亲在上。话怎么就当成真的来了？起来起来，快快起来！可不就是真的吗？我从小没娘，今天呐、啊、有了你这个母亲，就是没娘还遇上了妈，真叫高兴啦、啊！我们娘家老老少少都是耍无忌，你来了能做些什么呢？那我不往后说，不会呀。俺想二位姐姐学嘛，说不定将来呀还能领兵打仗呢。雄心大主理，眼下给大家提个事，烧个火总行吗？好好好，我就收下你这个闺女儿。谢母亲。来来来，他是第八，他是第九，你就排行第十了啊。叫什么好呢？说话办事急整整，赶快跑腿一溜风，你就叫杨太风好不好啊？哎呀，好啊好啊，那从今个起啊我就不会去了。哎，这可不行，我还没有跟你们家主人商量，待我明日进宫见到娘娘，命你二位姐姐接你回来。哎，谢母亲。天色不早，礼物收下，你们回宫交差去吧。哎，你还要设宴请客呢？哎呀，明了明了，三千丈的灯芯儿，日子啊还长着嘞。哎，寂寞的日子长了还要生病啊。老爷回府。出迎
传家开，世世清我昌英。老爷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请夫人，请。了，老爷，今日上朝，不知汉王可曾知晓辽东之事？看来已经知晓，只是汉王急里匆匆退散作死，速发兵之意，这便如何是好？难道汉王？人呐、啊，为人君本应该信义为重，立言为宗。我将就立志长青，怎奈他朝秦不出，要败不定，问世圣就不依他辅佐年龙，要回送并非真情，他要走天师来当面言明，一走一兵，难道说是少马多千军？要为忠为人民到处的英雄，不会，我看到众朝臣朕得不定，暗地里三三两两议论不停，有人战有人守，各自为政，唯有咱汉王爷他并不在听。难道说汉王他有多准吗？今要是来血手应有也，我杨家受天王人的身重，夫人呐、啊，切不可背地里。Thank you.
呀？啊，我与柴六郎前往边关打探虚实，咱们等候消息便了。你放开我！快走！放开我！快走！你放开我！快走！今日放你不得，见了父帅母亲大于将，去就去，谁还怕你不成？好，见了我父帅母亲，罢了。啊，这又是怎么样了？你讲啊，讲就讲。爹的母亲盖了花园大屋檐，天天到墙口练剑，四大门屋一边都练，谁看准备大鼓弹，骗得浑身都干，不知二哥到跟前跪骂啊！嘿嘿，你说的好听啊！啊！什么回马枪？正马枪！只见他赤脚脚，冲着金皮梁，追着个火草人，一来一往，他把了小银弓，又把那真情话，一壶用刀砍，一壶用剑枪，听听，啪啪好似棍花枪。只想下去就不中，嘿嘿，就这一枪他刺中了啊，差一点从二哥去见武昌人人比武，是我祖辈的传教，勤学苦练是我杨门的家风，严师召集练武，我背汉书，谨遵家教，立志报国，精神可嘉。只是不仅要练，还要有方，谁知道刀有刀贵，枪有枪法，阵有阵图，战有战难策。半点不可疏忽，似你这样上阵不看敌我，机枪不分上下，乱杀一气，那还了得？你五哥的训教是对的，饶你这次，下回不可。松绑，嘿，五哥，松绑。黑啦，母亲，往后不但要学武，还要多学些智谋啊！太儿记下了。何人来八王千岁赵大刀？哦，是八千岁来了，夫人女儿退下，早速出营。好好，哦，我看八老将军他的老将军千岁，好将军，幸亏了啊，幸亏了啊！
将军，这就是七位虎子吗？正是犬子。哎呀呀，好将，好将，好将啊！见过元帅和众位少将军。这位小将士，此乃是本月的救命恩人，名叫王师徒。本月中途遇难，多亏小将军相救，故而协同前来。嗯，小将军免礼。铁元帅，五哥，你看他还没有我大，就称起将军来了。那我休得多言，下去。请坐。请问先忙太宗皇帝可好？这个。前方因何面有难色？哎呀，元帅呀！可恨辽邦天庆王背信弃义，撕毁合约，趁我主夜陵之际，暗动兵马包围攻城。如今已是七日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寡不敌众，危在旦夕。我蜀王不忘当年救驾之恩，特命本玉捧刀前来。望将军念在两国亲如手足，情同唇齿，速速奏与汉王发兵相救。走，王帅。三贼攻势猖狂，欺压邻国，就请副帅赐孩儿一个人马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回转战，您军情紧急，不可犹豫，就请副帅速速发兵开始。发兵就走，扬起夜晚四八层，只是喊呐、啊，一力重重，推三阻四，送发兵之意，这便如何是好？难道那汉王也要失信于宋都城？呸！管他娘的，叫发兵也要发，不叫发兵也要发，看他怎么下。小强言计，休得多言。难道说我当丢朝判官不成？我与大宋犹如唇齿，大宋为王，我岂能多存活？好，万岁！倘若汉王执意不发人马，我们弟兄暗地带领兵将，直奔阴阳殿，杀他个鸡犬不留。世代忠良，岂可越离胡行？还是奏命汉王代作定夺。将军说言甚是，有请速速奏与汉王得知。日经三万，必在琼台饮宴。杨继业前方琼台，冒死进而见。老将军大义凛然，肝胆照人，俺赵德芳替大宋君臣百姓拜谢了。不敢。拜谢了。不敢。拜谢了。不敢。严平严明，一人陪同八千岁王将军客厅待茶，严待严昭。哎，随为父穷台见驾，尔等各自准备，我有为父领下，不去请几方得到。哎，
帅，愿见臣国为传朝政，姓周名汉，赵匡胤定定蒙冤，小李唐奸。朕如今受御，苟延残喘，欲和东土精英救命青天，问天保赵儿时，卑微贡献，城下门王我恨，故岂能求援？孙通有本起奏。启奏万岁，孙通有本起奏。还他上殿。遵旨。万岁有旨，孙通上了殿。领旨。爱卿免礼平生，谢皇万岁。爱卿匆匆忙忙来到琼台，有何机密大事免奏？启奏万岁，大宋八王千岁突破突围，前来搬清救兵。怎么八王千岁来了？正是。但不知他现在何处？佛堂在阳府。怎么那赵德芳竟投杨府二爷去？是啊，万岁，咱那赵德芳前来求援，不来面见万岁，却先去叩拜杨府，这里边可是大有文章啊！真真气骨太呀深，万岁呀、把这苏弟子上兵，终日里逃兵又严阵，刀快头松莫烦心，万岁生儿恨为中人，养父为换一活身，不为世君不周旬，当今那女臣不守臣。哦，孙爱卿一言来提醒，杨继言早怀头送行，你臣不出忠厚还。杨继业有紧急军情启奏。启奏万岁，杨继业有紧急军情启奏。哦，万岁，
杨吉也定是为那赵德芳求援而来，望万岁明察秋毫，当机立断呐！当机立断，从王根栓。有何本奏？启奏万岁，大宋皇帝旨，八贤王亲临河东来了。八贤王来了，哎呀呀呀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但不知到此作甚呐？前来搬请救兵，一切当成是非。哎呀，如此说来，背了发送之说，果然是真。不但是真，而且情势万般紧急，请万岁速速设朝找我见。八王千岁千里跋涉，历尽艰辛，内侍速派云烟应至兵班安顿，明日无奉楼设宴与先王压惊喜臣。大宋君臣卑微不成，我欲在旦夕敬请万岁速速设朝召见。以爱卿之见，你以微臣之见，就该速速发兵，一切攻城之位。只是我朝兵未将广，当派活人领兵前往。微臣不才，请元帅来往。
一母。哦，爱卿乃是国家栋梁，社稷重臣。若远离朝廷，让孤时时放心不下呀。失荆之奴，当报君恩，臣纵然肝脑涂皮，万死不从。哎呀，万岁，倘若就是我被害休矣。啊，孙大人何出此言？哼，咱们辽方兵精将勇，日益强盛，那是王一线绝境，断难取胜，就宋必然共犯得了。倘若是引火烧身，我这河东小小城池却能自保？赵王万岁，我若抗辽元宋，北汉就能稳如泰山；我若隔岸观火，河东必然危机皆散。何以见得？万岁如何奏？现在辽方虽然自持强悍，但他两路用兵，兵力分散，我若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定能杀得辽寇望风披靡，天下不安。我若不出兵救宋，何从何来？万岁，岂不闻晋献公家徒灭国之事吗？这公啊，万岁，杨信也分明是助纣为虐，让我北汉自食恶果。哦，爱卿何出此言？啊，万岁，像那大宋终于并吞我国，这一辽邦日益强盛，权且由我霸占议和。我若接了攻陷之位，吸取了中原战火，那赵罗是定会寻找借口，从我大好山河，到那是我北汉，不是自找其祸吗？赞同。你分明颠倒黑白，以太公犯人。万岁，想当年汉中不和，皆因我朝屡犯中原之过，今辽邦大兴，不义之士不断挑起战火，我与大宋乃唇齿之邦，岂能背信失约？理应发兵相救，帮万岁早做定。那算结果杨金爷，你竟敢胁派圣上抗辽救宋，分明是自图谋反叛，按罪当诛。哼，你诽谤大臣，血口喷人。真？哦，万岁，杨继也有三宽大罪。哦，那三宽大罪？这一，想当年火山王杨衮与赵匡胤交锋，分明不难取胜，但他为战即和，却鸣金收兵，十万岁一败涂地，只能以和定盟。是二，前番赵罗是被白龙太子所伤，眼看就要丧命，杨衮未有将令，竟私自出兵救了太宗，降了白龙。这三个人赵德芳前来求援，不来面见万岁，这先去叩拜杨府，分明赵杨两家早有私通。万岁，你臣不足，后患无穷啊！欲加之罪，何
唤不赐，万岁，倘若是听心谗言，忠谏不变，这河东江山定要归在你阿臣之手。北辽贪婪是少有，掠夺成兵啊胡狼求，倘若是今就中原论敌手，他日的铁蹄兵啊，我兵州春之之防战将就北行起离不走，自古多少命沉口，当送河山不动留军心呐、啊，陈言陈教授，忠良北岸是难守，杨继业本是两门兄，誓志报国发军仇之。断案从云千重丢，不求时代你封手趁早，不嫌美不肉，三心各地向上走，貌似听见猪六口更更死了心。小米
万岁，杨继元你不义之罪，反让他发兵，这不但是放虎归山，而且是为虎添翼呀。哼哼，拔掉这眼中钉，不成多大爱兄。万岁有何妙计？两相退下。啊，请你来看，这人是何物？阴阳断肠骨。何人所赠？廖邦所赠。有何功能？没有加成，一物两用。这正我转琼浆玉龙到我转，我就翻涌招化。明知教场之上就靠此物治国成功。万岁，你是说用那毒酒将他杨家一并毒？先生，你到此呼求来了，方才呼吁孙大人之言，你可曾听见？奴婢匆忙到此，圣上将说什么一字不知。孙爱卿在传国之意，今晚紧急公文，无论何人不准擅自出入，胆敢违禁，格杀。遵旨。